啥会吃点红薯干饭吃上瘾呢？咱就给他送点，顺便跟姑捎一单，走走。慢点，该去拿醋了。给点忘了。哎呀。哎呀，这是姑娘，我看着一气儿，我讲。你给我两寸了。那弄的啥呢？啥编的？红薯干面。啥弄的？拍钉子了。你看那个满红的，上头。真的是挺好的呀。弄的是俺弄了点，打了点。那今年拍的啥？拍的豆啊，有米。买的豆种啊，那个浆豆嘞，买了三百豆种。买豆啊？哎呀，俺就那一块地。俺是弄了，就是一大半都是豆。剩了剩了一个米。俺那一块你看，俺浆豆豆，俺再种两点玉米，再种点芝麻，再种点花生。也是，就是。啥都得种点。对呀，人家不种吧，你看人家吃太多的吧，你也想着。想着你把这吃个玉米，打个玉米丝儿，俺种种那粘玉米，俺煮的玉米呀。煮的玉米，这是去年的呗呀，去年的。去年的。哎呀，不贵不贵了。咋会不贵嘞？给炫的圆圆呀。给冰箱里冻着了。哎，冻了，你们冻了，你们一人包着嘞，把那一人一去，一洗，搁那锅里煮的，你那么现在那拿回去尝尝，搁冰箱里头煮，我这一人这儿煮的吧。哦。搁那冷藏上嘞。能放一年了。我这煮的孩子跟那炫的一模一样吃着。那咱也冻了。走时候嘞，我跟他装点儿。反正就是说的米。给还给恁舅了点儿，给恁金子他俩弄回去，煮他那里煮，可好吃了，孩子跟炫的一模一样，好煮啊！他因为他是冻的，他孩子跟炫的一样，一开花儿。哎呀，开花儿孩子掐着孩子可嫩的呀，孩子得早点儿弄药药。今年再吃啊！那玩意儿冻住了，我也懒得弄啊。你把出来我吃，那衣服不好吃了玉米。俺也得吃玉米，人家我是年年种几份儿。好吃啊，我得吃了玉米。冻了熟，煮了的。煮了的，煮的都。开花儿了。都开花儿了。开花儿了。这家的。这会儿咱还有两份工煮的。拿来我再煮煮。走了俺们天天都在教，天天都在教，这些哪样都在给他教教。俺以后看他种的，自个给他养。哎呀。